呢个系黎姿45岁嘅样，呢个系黎姿识影前37岁嘅样。听埋嚟睇，真系唔知边张系新相，边张系旧相。美魔女嚟讲咧，黎姿真系冇得输噶。10月1日生日嘅佢，上年生日喺香港度过，今年45岁生日就睇相都知去咗外国庆生啦。黎姿一身杏色晚装依然都系咁闪镜，不过身边就见唔到3个女。佢喺微博话过咗一个好特别嘅晚上，唔知个特别生日系咪老公帮佢安排嘅咧？